各位亲爱的朋友，讲讲起长长透河流，落雨的时阵水哪流啊？来，你先讲来。好，好来哦。有一天呢，小明跟小华他们是同学哦，哦啊，小明呢比较会念书，所以呢小华都抄他的啊。一天哦，他们在月考，在段考啦。然后小华又跟小明说：“小明，哎，就要抄一个，就要抄一个。”哎，好啦，提去看啦。A B B A C A A A 哦，哎，还有一题是问答题呢，因为那天考历史哦，问答题啊，那五字是啥？啊，我着近视，我看不清楚。哎，五字是啥？你看老师的胸部就知道了啦。哎，为什么问答题要看老师的胸部呢？哎呦，后来他悟出了答案了。哎。他回答的是卢沟桥事变，因为老师卢沟桥事变。哎呦哎呦，怕婆啊，哎呦怕婆啊，觉得他好笑的请举手。耶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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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无所不离管呢。哦，讲笑的重点，是就是别当讲个啰啰等。哦，差不多三招都爱加一个重点嘛。哦，三招哟。嘿呀，示范示范教材。来来来来来，掌声欢迎喜剧天王许孝顺，我们讲一个笑话。我现在要讲这个，大家一定听得懂。来，在一个车祸的现场。哎，车祸的现场。哇，弄起来不离严重。哎呦，那围的呢？旁边的围观的人很多，一圈又一圈。嘿，我觉得朋友差不多身上七八个才对。小亮哥差不多管管，吼，小亮哥你怎样？很有画面。嗯，看像我按迄个消防栓行过来哇，我弄过，我知影。你别弄过，还赔钱呐？哦，哎哎呀，啊你看了，哎呦，吼，这个车祸一定足好看，里面一定很精彩。啊人哦，咱人就是好受伤，哈。但是你卡尾嘛看无，因为他太矮了。啊就趴落去看嘛，看无。哎呦，趴落去全卡啦。啊，但是看到里面哦，很多人在抢救。哎，心生一计，心内想我一定要入去看，哎，但是我挣袂入去啊。哎呦，大声都哭啊，大声放声哭。爸爸！跪下去。哇，大家讲说，里面呢这个当事人的儿子来了，就让出一条路来，打个龙扭一条路，一直跪落去。但是每个人脸部表情都觉得他好奇怪了。对，一直跪落去，爸爸，爸爸，你起来来对。我的朋友 A 啊，跟他消防栓去咧，看到因爸爸才昏去。啊那，因为什么代志？你弄死一只猪啊！哎，跑啊！现在今晚还没刷，怕他明天再去还过来跑。哎，我们这个姐姐们，姐姐有谁准备一个笑话的吗？掌声！顺哥都会帮你弄到好笑，你只要开心就好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对不对？忘记哪，不要请我嘎掉的。你又不是专业的。这个笑话有你们有没有听过？没有，你都还没有讲，我们怎么会听过？喂，不要，喂，市长，哦，继续。哎，我讲一个那个，就是。小学生的故事给你们听，好，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。哎，你还没有讲，我怎么会听过啦？没有啦，我知道啦。你要问几次？哎，我因为我要跟你讲，就是我们没听过这个笑话，可能以前有人听过，因为哎，你讲三，你讲三点外，你讲三点外，怎啊？你讲别人听袂出来，现在有一个阿姨已经笑到流目油啊！你那好看的是安怎啦？这太好笑了。啊？你阿妹根本有人笑到好，你敢听到的好不？来来来，预备！哎，卡了，掉卡了，掉掉掉掉，碎碎碎！啊，你有跳走啊？来个比赞！我靠，你是白讲啊，白讲啊！来，开始。以前国民小学都是训导老师弄台湾国语，对不对？哈，那因为他那个每天早上上台都会讲话，那因为最近基隆雨很大，所以是学生常常会滑倒，所以他上台就讲话，因为伊拢是台湾国语的，讲各位同学。你们要小心哦，要注意走路哦，不要滑倒哦。我跟你讲哦，昨天哦，有三个鞋桶掉下来，从三楼掉下来，然后全场，哇塞，三个鞋桶掉下来，很严重咯，对啊，很严重啊。嘿，校长从后面走出来，来，各位同学，刚刚训导主任所讲的是水桶掉下来，哦，掉下来，哎，